现在在一马木广场这个上面喝咖啡。前面这位是管理员，然后这个一马木清真寺已经关门了，然后李雪燕跟他说了一声，说给一点门票，就我们两个人进去。以后我们给他。现在给。OK OK。现在我们。我告诉你，已经为了防水，为了做礼拜。洗手心里用这个 OK 非常荣幸，现在就我们两个人在一马木清真寺里面参观。我把钱给李雪燕，然后让她付一下。刚好50，刚好50 ，OK。我应该快回外面，因为现在为了病毒都关了。我跟他说话 ，please， 让我们进去看看一下。他是外国，所以告诉15分钟可以看看。OK， 好的。哇、哦，这里太壮观了，而且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。最大的是这个。最大的是这个哦，在后面你拍照片，看看它的上面。对，这个看得太震撼了，我到中间转一圈，给大家看一看。现在是晚上，下午的4点到5点之间，然后光线不是很好，我们可以绕一圈看一下。这里做了一个。你看那边他的照片在，他的什么王？国王。名字是阿波斯，一个王。国王。对对。啊。名字是阿波斯，你看他的照片在画，可以进去。你可以看，你看。在哪个位置？你看，你走。OK。在这里。啊。一个画，不是那个那么。你看我的手是一个花，但是以前是他的样子。你看我在这里可以，我觉得这个你看。哦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对对对对，这个位置。这个、以前他的胡子他有名，那个王国他的胡子他有名，所以现在因为我们的文化改变了，是现在我们改变是穆斯林他们。不一样了。对对，现在不能进去看到那个王国。哦。但是以前在这里有一个王国。他的国王的画像在这里。是一个画，但是也可以发现是一个人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可以，我们快去这里看一下。好的，我们去里面看一下。你的身表会大一点。哦，行，可以，这里不需要脱鞋的。好的，哇，很壮观，这么高大，可惜今天没有阳光，看得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也很震撼呢。哎，你看你的身体。哎，有的人来这里唱歌，你在这里说话，你看你的身体。哦，你看。我现在站的是这中间，对对，我感觉滴一下有声音。对，你知道我们想做礼拜的时候，一个人读一个圣经，从这里读，然后他的圣经更大的。哦，这很聪明。对对。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他们只有坐这里读那个。站在这块石头上面，是这中间，然后他的声音。我感觉是从地下向上来的，而且上面也有声音，我越靠近声音越混乱，而且越特别。对对，你看我们两个颜色，在我的城市太特别的两个绿色的，这个是也还有一个浅的蓝色。嗯，我来我们这里。好的，
我现在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声音就不没有了，对吧？在这个位置就没有那个声音了。三个颜色，一个蓝色，浅蓝，一个很浅蓝，对，一个深蓝，一个浅蓝，对对，还有一个白色，还有对白色。但是这两个颜绿色的最重要的颜色在我的城市，这主要是一个深蓝和一个浅蓝，对对，在伊斯法罕是非常重要的。对，大部分有两个颜色在我的城市。哦、这个是大理石的吗？系统太有名的什么石头？这个太贵的系统。哦。太贵，最贵的是这个。现在如果有人想用这个系统，太贵，应该会。这。那个人想做礼拜。嗯。哦，红有白色的帽子。啊、嗯。应该去这里，别的人从这里做他的后面做礼拜、哦，你知道？嗯。为了夏天的时候太冷了，不需要空调，不需要啥，都可以用。那个地方为了夏天。哦，那个夏天会很凉快。对。哦。这是应该。好的。脱你的鞋。好的。我需要脱鞋。对，需要脱。好的。我们去那里，因为是告诉你。这个你看、啊、因为女人不应该跟男人在一起，女人那边男人这里。哦，明白了。他是这里的管理员。啊，地上的话都铺了这种地毯。你看这个每个人在一起这个地方，每个人。哦，一个人一个格子。一个人。哎，我感觉地上有点潮湿哎。如果很多可以。不不，我说这地方是湿的，它，也不是湿的，会不会这底下有水汽，有水？会呀、啊。对，水放在地上。水从地底下向上冒，水汽，没有没有啊、哦，那就。那就解释不了它为什么夏天这里非常凉快了。因为它的上面是这样的，我告诉你，已经告诉你，它们的上面是这样的，所以冷。哦。它这种设计，这种设计的话就非常凉快。对，分支流通，所以。这真是一次特别的经历哦。他们现在这个不单单是游客的景点，而且是他们正在做礼拜的场所。只有做礼拜。做礼拜的时候，游客是不可以进来的。不能。哦。只要他不做礼拜的时候，游客可以进来。对。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的门呢？你看，都很小呢，很矮呢。这里是楼梯。楼梯。对，如果打开一个小的楼梯，可以去。上面的啊、哦，男人可以从这里进出，男人可以从那里进去。哦，女人是从这个门进去的，男人是从那边一个门进去的。这里，每一个格子的花都不一样啊、哦，都不一样，是的。你看这个蓝和橙，这个啊，是的，是的，花都不一样。这个是一朵花，完全不一样，跟旁边的。我觉得伊斯兰比较挺好的，叔叔，因为在伊朗的中间。对，在伊朗最中间。所以太安全，那个老板说了，我们应该。好的。
今天很荣幸能参观这么有历史厚重感的一个清真寺吧，也难得，好吧，我们现在要出去了，因为管理员也说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，跟大家说声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